金锦子。兄弟，干的这杯白酒。叮叮叮！这个住的地方居然有 KTV。这是个什么地方？娱乐室吗？对啊，是游戏房。我买了三个颜色，哎，漂亮，还有一个。我们这期来了两个可可爱爱的飞行嘉宾，我一点都不见外哎。当当，我的脸好小，我感觉。这个是臊子面，臊子面。啊，眉笔啊，就是一定要这种几块钱，这是糖的，最多人家讹你也就15块钱一支啊，千万不要多花钱。叮叮叮。但是呢，这个笔呢是我今天的头发很爆炸，可以画那种。感觉这两天又吃胖了。我觉得连起来。你在吃什么呀？动一下，一下，我一下。好吃吗？好。然后最后呢，就两米。请看张含韵手撕柿子。这个好轻松哦，这个可能比较熟，再撕一半。啊。冬天就是要把下颌线吃没，才叫冬天，才叫过冬。借口。什么原因？我竟然又能遇见你？人们的承诺不愿意就这样陷入爱的陷阱。哦哦啊，好帅呀、哦！刚刚他们说不适合在这里拍照，不要在这里拍照，因为这里是四方的，然后在里面拍照就是像一个球子。谢谢、哦、哇，还有一定的分量呢，哇，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礼物，就是你们的 Q 版的娃娃，对对对，是以我们造型。哎呀，我的是金色的，你看我的轻盈的补刷补刷啥呀？哦，不是干照吗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
对，本将还有军务在身，恕不远送。好，告辞。告辞，谢谢将军，有缘再见。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，下班了。在西安城墙玩得愉快。好的，西安路滑，注意安全。嗯、有缘再相会，告辞。难忘今宵，难忘。哎呦，不是我们暖和呢。走，再见，拜拜，有缘再见。宁静老师，嗯，宁静老师，宁静老师，金静子。闭上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。到这里来吃饭了，这是什么大典同乐？你看这里的菜，用这个毛笔做的都可以吃，还有荔枝也可以吃，不知道是什么做的。丸子，然后还有哦，还有麻酱啊，这个好吃，你要不要坐过来？我们过来吃饭吧。你想说可以吃饱饱？我好饿饿哦。别说了。哎呀，冒泡泡，是不是？这一根都吃掉哦。水果好吃吗？甜品。三四。一颗卤蛋。一颗卤蛋。一颗粉色的卤蛋，一颗粉色的卤蛋。哎，哟，这，那，这，那，这真的呢？那那吃吃。太用心了，我们这场路演就在这个大唐芙蓉园紫云楼的正对面，太帅了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我们现在去西安不夜城。大唐不夜城，然后我们是在大唐花车上面，然后要跟西域花车上面的姐姐 battle battle。演出成功！西南人李晨笑笑，西南人李晨笑。
Thank you.